它好小心。拿优格。这里在冰箱。我收到了，感觉很开心，是不是？是吗，妹妹？哎呀，跟阿公阿嬷说早安。监狱风旅馆。一个监狱，监狱就是关不乖的人的地方。下雪了，好，我们跟这个小镇说拜拜。拜拜。这个小镇不知道怎么念的小镇，对 ，Ely。Ely。还是 Ely？ 应该是 Ely。Ely 了。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呢，是从 Ely 到 Utah 的 Moab。全程大约快要600公里，今天就算相对比较轻松的拉车，翻过几座山就会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咯。然后沿途会有一些峡谷，风景还蛮漂亮的。哎，这里有 KOA。 有，所以这里是那几个背景，然后那个山都好好漂亮哦。然后那边在下大雪，左边在下大雪的样子。只要不滑，我们就是安全。但是我还是预留一个空间，因为后面还有一台红色大卡车，好可怕！你刚好看到吗？哇塞！红色大卡车，超大的，超大的，只是这有你的1000倍。哇，是因为没有穿好。妹妹，穿好就不好。好冷，对啊，所以才要给你穿起来。你也拿一个你的手电筒，然后可以走走进钟乳石洞。你跟阿公探险。很小声哎。对啊，它就是模拟的小小的钟乳石洞啊。这里还有这个特殊的蝎子哦。你在看什么？看钟乳石对不对？这是 ASUS 的萤幕哎， 4K 萤幕，解析度很好，剧场的哦。解说，哦，这是虫虫，这是虫虫。你看它这么小只哦。钟乳石如果照光的话，就会看得到它里面的花纹。那用手电筒。妹妹，哇，妹妹跑起来了，跑跑。他跑去找妈。阿公的 National Park。会给它揉一揉，很香。哦，味道。应该用摸的，应该也会。有味道哎。我要拿。很香，太香。妹妹带路。好，妹妹带路。哇，哥哥也发现石头了。哥哥也发现石头，什么石头呢？仙人掌，哦，超级刺的，从这边来，这边。仙人掌，仙人掌，这超刺哦，你不要摸哦。
有一点像那个，因为动物会来，动物会来吃它，那超级刺的。哎，动物，哎、啊，这个它的果要小心，小心它的果实。它为什么要吃？因为它不想被吃。对，它、欸哦、不想被吃啊。阿公，你看这个石头有没有像你买的？哦，对，是一个钟乳石，跟你那个买的那个小瀑布那个最大颗那一颗，很像。那是大理石吗？妹妹，带路？带路吗？带眼啦！带眼啦！有点像蛇纹眼。小心哦、喔！这个机器还小心，不要被刺到了。这个机器，哎 ，Number Two 哎。对啊，他看到了。他知道了，有看到。哎，他看到了。Number One 在哪里？妹妹一起来找 Number One。在哪里呀？我找到了。哇，你终于找到了！你一定需要在他前面才算找到。哦。哎 ，Number One。Number One。哦，你说印第安怎样？煮来当茶喝啊！哦，他们当茶喝，你家的，嗯，当茶喝，五味霜嘛，嘿，五味霜的叶子，叶子啊，可以泡茶，真的，对呀、啊，三二一，大盆地，很好，温馨呢、欸，我走在一个路口。这里有一个鹿，它以为它是雕像。最绕圈的，加速也雕像。哪里是雕像 ？Lily。Lily 哦。哇，这树一个雕像在这里。哇，我是雕像。我们现在在 Great Basin National Park， 然后儿子说他不想照相，那我们就不要拍他。好，他想要进来的就进来。好。哇，后面就是 Great Basin。一会去。哇！喂，好啊，我苹果切完了，我要插一插。新加坡啊，啊，新加坡不加多，可能可以放好几个新加坡。我们要出 Nevada 了，这也是 Utah 了，我们到犹他了。Utah， 哇，好漂亮 ，Getting close。现在没办法打开耶。打开，我要打开。外面还亮亮的。哇，那边在下雨了。好秋呢？好秋是啥？飘过来哦，好秋，好秋。哎，对，那个有围栏的人家的。哎，对呀、啊。你看那个拍到吗？有。我们在沙漠里面下大雨了。沙漠下大雨，对呀、啊，阿嬷你遇到百年一遇啦，百年一遇的沙漠下大雨哦。那个行程要加钱吗？要，加20块就好了。天哪，我眼睛闭起来。有点雨雪的啦，哇！你看下雪才会有那种地上那种。哦，对。让人家去。对，让。
好，这只不行。离开那一区了。往外走。你看前面的那个小船，对，一个城堡，哇，好漂亮哦！一个城堡，很特别，欧洲的城堡。超漂亮的这个，小船，哇。关口，这里我要变。这里我要变的。哇，这只床好大哦！我知道了，咚咚跳跳跳。